范玮琪出道12年，呢晚首次进军红馆举行歌唱。一向外表斯文嘅范范，呢晚除咗大唱抒情歌之外，亦演唱咗多首快歌，而且仲配合埋舞蹈演出。难得见到偶像咁动感嘅一面 ，fans 当然嗨爆啦！但在香港开 show， 不少圈中好友都有来撑场，当中以张柏芝的惊喜现身最为震撼。两人除了台上合唱，柏芝还表现得非常感触。我跟他认识了10多年，他每一次都叫我不开心的时候在他面前喊，我都没喊过，但竟然他今天在红馆里面挖这么大的窿，升降台升我上去，要我在这里真的眼湿湿地喊出来。这晚嘉宾阵容有潘玮柏以及 JPM，范范同伟柏仲喺台上斗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场面非常搞笑。你嘅广东话比我犀利吗？应该比你犀利很多。我几中意我广东嘅名字。啲咩名字？非常有气势。大家好，我系潘玮柏。多谢晒，爱你哦。我也有啊。你有？我都有啊。当然有。我系。范玮琪，是不是？你的口味好像比较厉害。没有，广东话好像说起来都比较有气势一点。讲到香港有咩好去处嘅时候，潘玮柏就攞范范嘅老公黑人陈建州之前喺兰桂坊被偷拍嘅事嚟开玩笑。点知讲讲下，黑人竟然突然现身，佢哋两公婆仲喺台上打情骂俏添。做艺人要自爱，更何况他是结婚的男人。说，更何况这个男人结过婚，这个绝，我一看自己绝对是被设计的。哦，还是我朋友来的。演唱会结束之后，范范出席庆功时的情绪依然好高涨，看来他对今次的演出相当满意吧。我觉得好圆满，跟好感谢的心情。对对，今天蛮多感动的场面。是哦。对你来讲呢，你自己最感动的一个场面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在可能听国语歌，然后听我的歌，然后还可以这么熟悉，然后又唱跟我一起全场这样大合唱，那个是我觉得好多段我都会有鸡皮疙瘩，就会很想哭。那还有我的嘉宾们真的也帮我好多好多光彩，所以很谢谢他们。嚟紧范范仲要翻到台湾开 show， 喺香港挑战完红馆之后，下个目标就是首次搭上台北小巨蛋啦。我知道你下一场就去台湾的小巨蛋，你是第一次去吧？第一次小巨蛋。那今天过了香港之后，对小巨蛋有帮助吗？有绝对帮助，因为红磡是一个很多很多这个艺人指标性的殿堂。那当然小巨蛋也是我的一个梦想。那我觉得经过了这个殿堂之后，我再往那个梦想又更跨进一大步。